누구의 할인이냐? 哎呀，丁丁，我讲过几落摆呀，物件唔通乱动，爱收好。无要紧啦，你替我收啊。也阁有，卖一顿啊，你都拍电动，应该先去写功课。明仔载就要去夏令营啦，功课等下再阁写啦。哎呀，明仔载要参加夏令营，你即摆是不是应该先去整理行李呀？我袂晓整理，你甲我斗相共啦。妈，等下，我就嘴呆，你甲我倒可乐。阿哥有，我巴肚枵啊，你甲我摕四修啊。阿哥有，丁丁，我是你妈，唔是你的苏永郎。什么拢无？好啊，各位小朋友，这就是咱要露营的所在。即马大家做伙大爆棚！耶！大爆棚，想到就忝，我真不爱咧。丁丁，你奈无爱做伙斗三工咧？我真无想要困什么爆棚。啊！哎，好啦，随在你。即马爆棚大好啊！大家开始捡柴生火，准备食材做中道顿啊！捡柴，迄足垃圾的呢！我爱家己做中道顿，足忝的。啊，丁丁，你奈无去斗三工？无斗三工就无中道顿通好食。无要紧，我袂枵。大家辛苦几工啊！等下洗好身躯，换一件衫，就用休困啊！耶！哼，我才不爱洗身躯嘞！就腰哎，我就臭哎！丁丁，巴肚枵啊吼，食一寡物件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家己的代志爱家己做。食暗时啊，蚊啊真多。等你食完物件，就到我的布棚睏啊。王哥哥，丁丁，咱睏了有好无？来，这真好吃耶！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是夏令营上后一天，明仔大家就要回去啊。敢有人想要分享这几天的感想呢？王哥哥，我有一挂话想要讲。请讲，丁丁。这几天，让我熊熊大汗袂少。卡早伫咧厝内，阮妈拢会替我把所有代志拢做好。也毋过即几工，我必须爱家己动手做代志，学习独立，包括煮饭、整理环境、洗衫啊等等。我卡早真正是一个大少爷，估计是别人替我整理一切是应该的。
唔知啊，迄是家己应该做的本分。真好，看来丁丁这几天大汉啊，办袂少代志。咱来甲丁丁拍波啊，好不？各位小朋友，恁敢嘛甲我同款，是厝内大少爷，或者是大小姐？逐天过着饭来张口、茶来伸手的日子，平常的生活拢爱我靠别人，爱我尽家己的本分甲责任，根本比顶天搁较困难。经过这几天在夏令营的生活，我学会晓独立，照顾家己，卖我靠别人，主动自发尽本分，是每一个人拢应该做的哦。